都金管会两位副理事长在百忙当中来给我们表现优秀的同仁做个颁奖鼓励。希望姐，来前希会，不到啥，哎，有枪，别走。我们两位同仁，训练有素，主动积极，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在巡逻当中发现可疑，立即在很快的时间压制的强大的火力，这个逮捕的这个嫌犯。在市长昨天颁奖的时候也有特别指示，我们要从优从速来续奖，所以我们可能会报两位同仁来破格升职，我希望我们上级来给我们多个鼓励，谢谢。港都金管会平时对我们就相当的鼓励，尤其在今年的严谨健康检查特别拨了270万啊，补助给我们同仁多项目的检查，希望我们同仁都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爱护自己，谢谢。